这个呢？好看。那怎么回事啊？今天录节目的时候就一直在走神。我好像喜欢陆轩。你要是真的喜欢，不如直接去问他。为什么呀？我已经跟他表过一次白了，要是再被拒绝，丢死人了。咱们合约还没到期，到时候还要跟他同处一室，我好尴尬。哎 ，CP 文。什么是 CP 文？那娇姐给我发的，你看看，这里面啊都是你们粉丝写的，其中有一篇写的就是你惹他生气了，然后凭借三大准则成功追妻。你一天到晚就看这么无聊的东西。那这里面写的就是你们合约情侣，然后先婚后爱，这个女主就不确定男主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，于是决定试探他。有道理啊，怎么是？林小姐故意试着礼服。你做好了吗？嗯。第三点最简单，就是千万要顺着他，不要唱反调。这个呢？好看。林小姐穿着性感的裙子，陆先生有些吃醋，但他只能装作不在意，让林小姐加一件外套。你这衣服穿的是不是有点？有点什么呀？记住，一定顺着他。好看。你和林婉算是成功闺蜜吗？不好意思，大家，我不方便回应。刘元今天有问你关于身份的问题吗？没有。